一名阿伯骑车到新北市三重的一间加油站加油，但是蛮奇怪的，连续来，每一次来都只加了十多块钱的油，让员工觉得被找茬，气得动手。你先讲，讲半车啊，原因呢？我卡油啊，哎，卡油讲我怕，讲半车。加油站内，阿伯怒气冲冲和员工吵了起来，因为他还没加到油就挨揍。伊就讲我卡油卡少少，我无油伊就爱加，我爱袂使，我这无阿爸。只见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互相指控，而冲突起因居然只是为了加油。才加完油，怕这乱啊！哎，十几分钟才加完油，然后他每次啊，真的说，我是他这几啊不，油就加几块钱，几块钱。事发就在13号凌晨3点多，新北市三重一处加油站，72岁的翁姓骑士，因为当天在一小时内连续到同一家加油站内加油，每次都只加十几块，也让员工觉得不满，认为对方根本是来找茬，才会气得动手。不止打坏了阿伯的机车龙头仪表板，还造成他胸口和肩膀红肿受伤。不然我们加多少都可以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他来我们就帮他加啊。骑士表示，因为机车比较老旧，油箱疑似故障，才会一次只加十几元，没想到却把员工惹毛。事后他也气得提告毁损和伤害罪。虽然两人事后已经和解，不过这名员工也被调到其他单位，毕竟动手在先，真的不对。记者赖信、冯浩宇新北市采访报道。